北京时间9月8日凌晨2点45分，欧洲国家联赛一场焦点战，意大利对阵波兰队。上半场比赛，杰林斯基便是破僵局，一边再战，若日尼奥点射扳平。全场结束，意大利一到一波兰。比赛亮点，波穆奇国家队第81场不追平巴雷西和贝尔戈米，无所不能。莱万送出精准传中，后顶杰林斯基无人盯防便射先拔头筹，替补骑兵小基耶萨替补登场，表现活跃，禁区造点。若日尼奥主罚命中，精彩回放。第6分钟，莱万多夫斯基送出妙传，杰林斯基跟上推射，被唐纳鲁马神勇扑出。第17分钟，巴洛特利被克里霍维亚特放倒，丘瓦也被踢破。第19分钟，贝尔纳代斯基定位球直接攻门，高出横梁。第26分钟，莱万多夫斯基头球摆渡，克雷霍维亚特跟上一记强射，被唐纳鲁马奋力扑出。第37分钟，贝尔纳代斯基都射拼处立柱。第40分钟，莱万多夫斯基送出精准传中，杰林斯基后点电视破门，意大利0-1波兰。第48分钟，库巴带球推荐了内切传中，莱万多夫斯基后点凌空抽射高出横梁。第52分钟，贝尔纳代斯基内切劲射，皮球稍稍偏出球门。第69分钟，因西涅右路传中，造成门前一片混战，边裁示意越位在先。第74分钟，基耶萨内切低射，格里克门前一刀险些自摆乌龙。第76分钟，库巴禁区内放倒基耶萨，裁判判罚点球，若日尼奥主罚，一蹴而就，意大利1-1波兰。全场比赛结束，意大利1-1波兰。出场阵容：意大利22唐纳鲁马，21赞帕科斯塔，19博努奇，3基耶利尼，15比拉吉，5若日尼奥，16佩莱格里尼，16巴博纳文图拉，18加利亚尔迪尼，20贝尔纳戴斯基，9巴洛特利，6111贝罗蒂，10印西涅，7214基耶萨波兰，22法比安斯基，18贝雷申斯基，15格利克，5贝德纳雷克，3雷卡，16库巴巴，12皮特萨克，10克雷霍维亚克，11克利赫姆，16 13西曼斯基，21库尔萨瓦，20杰林斯基，66巴利内蒂，9莱万多夫斯基。